据悉，3月17日，某祖贤分享自己的近况，并晒出了靓照。照片中，某祖贤头发乌黑亮丽，十分茂密，笑容大方亲切，女神范儿依旧。某祖贤还表示，最近的自己已经步入老年，开始了早睡的生活。某祖贤因拥有绝世容颜，为不少人称道。诚然，其已经退出演艺圈十多年，他的近况还是备受人们的关注。之所以美貌依旧，也许与其他无关，只是因为其优雅淡然的生活态度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